各位在 Zoom 内的朋友哈，及在脸书上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很快的哈，我们到了2022年新春前最后一次的云端法谈哦。这个法谈系列呢，未来与希望哦，我们共邀请了9位杰出的佛教女性哦，以不同的身份背景哦，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哦，都有令人侧目的成就。有人就问过我们哦，为什么这个系列的嘉宾都是女性？这个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哦，就是三世纪哦，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那阿育王呢，派遣他的女儿桑嘎密达哦，即11位阿罗汉比丘尼哦，到西兰传授比丘尼戒律哦，在当地成立了比丘尼僧团。那这对于当时的女性哦，是一个福音。据说这个事情发生在12月份，于是我们就配合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就有这个岁末迎新云端法谈的这个系列。我们希望每一年的12月也是一个感恩的月份，因此我们也以法的真理回馈，同时佛教的这个发展，女性也撑起了半边天，因此他们也是我们很多人学佛的真上缘。那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个嘉宾呢，也是影响力呢遍布全球的一位杰出的佛教女性黄慧英女士。我们相信很多人应该和我一样在未见过本尊以前呢，我们其实都已经听过她的作品尤其是这个 Metta 持经。那如果说 Metta 是三宝歌以外流传最广最远最广最多人听过的这个佛曲也应该不为过。慧英师姐请先和大家打声招呼好吗？大家晚上好，我是慧英，阿弥陀佛。好，慧英师姐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那慧英师姐呢是身兼音乐制作导演作曲编曲，同时也是自己多首创作的唱诵者。那至今已累计了超过500首的作品发行超过50张个人博曲专辑。那在去年师姐也荣获世界极具权威的英国皇家艺术院授予 FRSA 院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 这应该也是第一位以佛曲创作及演绎而获得此殊荣的佛教女性再次恭喜慧英师姐，我们与有荣焉。谢谢。好，今天的法谈呢，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那我们把时间倒带到3天前1月22日星期六，我们尊敬的一行禅师以96岁的高龄在他的故乡越南顺化舍报圆寂了。虽说无常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但禅师的离去其实还是让很多人感伤。对于无常，禅师曾经这么说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请不要为我建造佛塔，请不要把我的骨灰放在花瓶里，把我锁在里面，限制我是谁。我知道这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很困难，但是如果您必须建造一座佛塔，请确保在其上放置一个标语，上面写着我不在里面。此外，您还可以放置另一个标语，上面写着我也不在外面。第三个标志是，如果我在任何地方，它就在您正念的呼吸和你平静的脚步中。那今天我们想请慧英师姐带领大家缅怀这位20世纪最具影响力之一的佛教领袖一行禅师。师姐请。好，谢谢青松。一行禅师我认识他其实都是在网上的一些视频跟他的法语跟一些开示所以此生真的没有机会亲自能够拜见这位法师。那前几天听说他往生了，那留下了很多的智慧和慈悲给我们的继续去学习。那今天轻松说要我们缅怀他，我就在网上刚才下班的时候看了他很多留下的这个就是他的 quotes， 然后我选了这两个我觉得非常贴近我现在的这一种心境跟心情。
所以我先念这两个英文的，然后过后我看到有一个翻译是非常适合写成一首曲。那么既然我是一位作曲者，我想说可以不可以即兴的把这个诗句，就是一行禅师的诗句，以一首歌来歌颂他。虽然他可能没有听到，但是他说他已经是无所不在的，只要我们的心跟他在呼吸间，在行走间，在我们弹钢琴间。有专注，那么可能他就会与我们同在。好，我现在做这个。他说：“Breathing in, I calm body and mind. Breathing out, I smile. Dwelling in the present moment, I know this is the only moment.” 然后还有一个他说：“Tomorrow, I will continue to be, but.” You will have to be very attentive to see me. I will be a flower or a leaf. I will in these forms and I will say hello to you. If you are attentive enough, you will recognize me and you may greet me. I will be very happy. 明天我将继续存在。但是你要非常留心，才能看到我。我将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片树叶。我将存在于这些景色中，并向你打招呼。如果你足够留心，你将会辨认出我，并问候我 "Hello, T."，我将会非常高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是不是很美？这个句子，他说明天，禅师说明天我将继续存在，但是你要非常的留心才能看到我。我将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片树叶。我将存在于这些形色中，并向您打招呼。如果你足够留心，您将会辨认出我，并跟我问候，然后我会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今晚就以这首歌向尊敬的一行禅师说 "Hello, Tay"，愿您趁愿再来，领导我们向佛的道路上能够更精进。谢谢。是的，我们非常感恩禅师哈，给我们很多的教导，那也写了非常多的书，我相信在座的都应该有或多或少翻译过禅师的一些作品啊，包括一个非常就是有名的这个《佛陀传》他的这个《佛陀传》非常这个具有人性，那我们也祝愿禅师可以早日乘愿再来，那也感恩师姐您开始呢，以这个非常动人的这个演绎带领，让我们很快的能够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那谈到创作其实对您来讲，我相信应该是信手拈来那您曾经创作超过500首的这个佛曲，那这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那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个愿心跟成就。首先我想请问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其实和您的成长背景有什么关系吗？背后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因缘？其实，在创作佛曲之前呢，这并不是我的一个，比如说是从小就的愿望，比如说我长大了要成为什么什么，那很惭愧的，在我做佛曲之前，其实我都
还没有皈依，那也没有很清楚的认为自己是一位佛教徒。Okay. 家里其实就是一个传统的算是佛家跟道家之间的一种家庭的一个传统的。就是一般民间信仰。在民间信仰齁。对对。所以我说这个佛曲的我说它是个事业吧，或者是说一个你说是有成就吗？那如果是有成就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佛菩萨赐给我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福报。那我有没有做得好，我自己不敢认，但是都有聆听者跟所有听过我的佛曲的人给我的一个鼓励跟认同，所以使我走到今天。所以您说刚才是一个怎么样的因缘，我觉得就是天掉下来的一个因缘。好，但是自从这个因缘掉下来之后，我失起了，然后我就越做越怎么说，就越做越入心，越做越感觉到它的珍贵，越做越觉得生命中有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所以就没有再回头看了，所以就这样的做下去吧，应该是觉得这就是我一生的一个事业，跟一生的一个信仰，跟一生的一个想要走往这个方向走去的一个目标。那能不能达到那个，我觉得先没有设定这个东西，我觉得当下就看了一行法师说的，就是说 This is the only moment， 刚刚说了 Dwelling in the present moment， This is the only moment。 我觉得这样的那种心态跟自在，其实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说，就因为没有设定任何目标跟所要达到什么成就，我觉得一步一步的掀开了这个因缘呢，是非常的我不能说不可思议，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就是很 logical 的，它就是人世间你有做你就有得，那你没有做你就没有得，那个这个东西都是互相的在一个推跟动推跟拉的一个情况下你就会在每一个当下看到这个因缘是应该怎么样的走下去。当然遇到了很多的善知识，也就因为是佛曲，那肯定的很多善知识，包括我们的三宝我们法师僧人没有时时刻刻都没有一个时候没有不会给我更好的一种怎么说教导跟引导跟鼓励，所以我只能够说持着一个感恩的心继续走下去。那我这个所谓的成就是成就了我自己，还是成就了佛教音乐，还是成就了什么呢？这个我从来都没有在我的脑中是一个设定的一个东西哈。我想就是它可能今天是一朵花，是一首歌，是一杯茶。我不敢说，可能五年后突然间做佛曲不是我的专长，可能我煮菜去了，我可能煮的一手好的好菜，我可以也用那个去奉献给更多人的开心的疗愈，也可能我对对开始有这个想法。对对，其实刚才您提到你的这个背景，其实让我想到佛教里面的一句话直心就是道场。就是说把握现在然后就是把握现在的每一个因缘，那么就去把自己最好的把它奉献出来，然后就像你讲的一步一脚印，然后你没有想太多就是把握现在的因缘，那么就看未来的这个发展它的这个结果就自然。那其实这个可能抱歉，刚才你说这个没有想太多，其实我都没有时间想太多，真的，这很多人说没有想太多，那我刚好这一路走下来，根本没有一个空间跟我想，我这样做不知道对不对，那接下来要做是什么，明年要计划些什么，很多人访问我的都会问我你下半年的计划是什么，我没有一次讲得出来。我手头上好像现在要过年了，还有一个星期，我手头上还有十首歌要交上去。包括短的长的，有些是比较简单的，有些是您说我有没有时间去计划，你说过年前我三天什么时候收工什么时候开工，这一种词汇其实已经是十多年没有在我的生活里面出现，所以根本没有机会想太多。我觉得就是这一种也算是一种修行的一个步骤它就是一直来一直来，那你能不能 handle 得到
做得到的就做，做不了的那你就要承认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没有觉得说因为我有了一个成就是来到我手中的我就一定要做到很好，还是一定要做到对啊，他也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觉得不太适合还是什么。我觉得抱着这样的心境就根本没不需要再想太多，根本都没有机会想太多。对，那师姐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您创作第一首佛曲的这个音乐哦。我之前跟您交流过哦。那我觉得您可以再就是跟大众分享您创作第一首佛曲的音乐啊，对，就是很简单跟大家谈谈好吗？你知道有时候我也忘了到底是什么年哈。有时候我谈起来就说不是你的第一首佛曲，不是这一个那个。不过我觉得比较 significant 的就是很明显的，我好像在这首之前有帮别人做过一些佛曲，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纯粹一个音乐人编曲人啊，创作好啊，就是有歌词，那哦佛教的 OK 不错啊，有观音菩萨，有准提菩萨，有药师佛。那时候我不会是说哎呦这个东西很殊胜，我药师佛是什么，观音菩萨什么，我觉得总之都是好的啊，都是要保佑的，都是要走向光明的，我就做了。其实那时候的喜悦跟开心跟那个责任心都落在要在音乐人的那个岗位上哈。所以如果要认真讲，第一首应该是那一首梵文的心经。你们有听过这个梵文的心经吗？对，我听过。然后有那个很好听的 tabla 的声音啊。我觉得那时候是一位在现在是空能法师，我觉得他是我人生中的一位伯乐。那以前他还没出家的时候是一位导演哈，他可能也修佛的时候拿到了这个梵文的译本，然后就问我可以不可以谱成一个曲子。那你知道梵文好长，我也不懂，其实 prajna 还是 prajna paramita 是什么东西，哦，总之是心经，就大概懂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是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什么，然后就比较喜欢的就是说怎么在这种很 irregular 就是没有规律的，不是歌词式的，比如像我们作曲有歌词就是有一段一段非常整齐的有押韵的这一种文字上去填上那个音符，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却激发了我这个音乐创作往另外一个层面不叫发展，就是叫做创作的那个新的领域。好，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才花了两天，我就把那个音乐旋律给填完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写一首歌要修改很多，就因为我不懂，所以我觉得没有修改的必要，因为反正我那一句谱到那个伊哈沙里波特萨瓦达玛什尼亚的拉扎纳，其实我都不懂那一句是。对照是哪一个中文的版本，所以但是我觉得那旋律就好听，所以变成我其实先回想它可能有一种是心无所住的一种情况，就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表达比如说五蕴皆空，我要用什么呢，你说 Mi so re do re la so 还是要怎么唱，要高音要低吗，我完全都没有这个烦恼，因为我都不懂它那一句是讲到了什么啊，除了 Avalokiteshvara 知道是观世音菩萨，称了这个佛号之后记下去，就是让音符自由自在的翱翔那种感觉。所以应该是1998年的那一首第一首。哇，大概对，那就已经是有大概20多年了。对啊，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因为还是一个唱片公司帮我买了这个版权，突然他们一发行，听说就那时候就是大卖。然后还传到很多国家，尤其是那时候中国大陆啊，好像九华山还是哪一个旅游胜地，就是这种佛教胜地，就会有拿这首歌来播。总之你去到寺院，你去到素食馆，去那里就是播这首歌。那时候还没有出现，所以就觉得很轻快，对呀、啊。就从此奠定你是一位佛曲创作人的这个地位了。那个是回头看才能够说，那时候才一首歌怎么奠定呢，那就知道说哇很红很红，就用这首歌我其实都不知道他们卖了多少张，好像有一个月后他们跟我报告了说哇不可思议，你连那个样子都不是歌手，你就是一首这样的佛曲出去就卖的
卖得很 火爆，应该这么说。啊，也传了给很多世界各地的啊，有佛教的地方吧，哈。过后就陆续有来了，所以我就是说没有时间要想太多。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多好想太多了。接着就有中文的心经，有 Metta， 有 Jaya Manglagata， 然后就有 Ratana。你知道佛经突然间可以用音乐来这样子呈现，哈，就是有一点破除传统的那种唱法，这个有一个新的载体，应该这么说，就是用艺术跟音乐，然后这种方法，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唱法，然后是没有脸的歌星，我是谁来的？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我就自己也当主唱，也当和音，就是重叠很多声音，有些就是不是独唱的，就重叠很多声音，自己制造一个乐队。然后编曲也自己凭空想象，你觉得哦，要制造这样的意境，有了到后来 Meta 的时候就稍微要做多一点功课啊，就是至少要明白，但是也其实也没有很明白，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没有时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这样子。然后我也开始了我自己的公司的发行，因为那时候是给了唱片公司，不过我讲诶，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印 CD， 为什么呢？因为我印了 CD 我自己发行，我就可以想送就送，想卖就卖。对对对，因为给了唱片公司就不是我的版权，那我记得是因为我想送给好多法师，所以我要去唱片公司还要跟他买再拿来送过后我就想说倒不如自己来发行，所以从此就建立了我这个愿愿音乐工作室，是一站式的，就是从作曲、编曲、录音、发行啊，当然没有传销。我跟你讲，我们的 marketing 是非常非常的差的，因为都不知道那时候都没有 Facebook， 还是有了 Facebook 也不会用啊，所以基本上都是靠口传的啦，就是好听，然后一个人介绍给另外一个人啊，法师到国外去就介绍给更多法师。所以我觉得我的因缘是这样子慢慢打开的。那我到二十年来 ，Meta 跟方文清到今天还是一样的继续在卖，就好像一个变成了一个经典的歌曲，就是没有一个shelf life， 就是说它会 expire after 可能一年过后，因为心经不会说一年后没有人要听了吧，除非是它不好听，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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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这样子，对，那就是。我相信您的这个学佛，就是对佛法或者说对佛教的这个认识哈，可能就是从您不断这二十多年创作佛曲，绝对是，绝对是，对对对。那么对佛法，那么有更深入的这个了解。那我很想回到最根本哦，您觉得佛教对于您最大的这个吸引力是什么呢？最大的那个吸引力哈，我觉得我并不是说给佛教吸引，我觉得它哇带来了。可能吸引这个字也可以这样子说，为什么会让我就是怎么打我都不走了，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意思，我就是想留下来。我想是其实是来自所有听到我佛乐的人都跟我说，我要怎么形容，比如说现在新年哦，很多人会做一些叫做去拜太岁啦，要请财神啦，就是要开运啦什么，因为为了让这个年过得更好，就希望这一年里面我都会过得光明，过得好，过得顺。所以很多人会告诉我说，我的佛曲就好像请到了佛的感觉，就说哎呦很奇怪，你的佛曲我听了，我马上就与佛相应，是与菩萨相应。我们道教里面说是请到神下来加持我们，所以我就用这个比较就通俗的话，就说很多人说这是请到佛，这是请到菩萨了。有好多人比较夸张，就是说听了会有看到光啊，也有很多这样的感应的分享。所以我消化了，我觉得总之你说什么都好，我没有要一一去 analyze 它的 reliability， 就是说它到底有多真实是真。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开心啊，这些人就是有帮助到他对佛教的认识，更是还是他可能他刚好有忧郁，还是有困苦，他就因为这一个曲子，或者是甚至是比如说小孩，有一个人好像那天我看到一个好像是在从加拿大的人，因为我分享了一个佛曲，他就拍了一张抱着他的孙的那个 baby， 他说 All our children in my family grew up with your music， Auntie Amy， 就是 officially 我就是他们的 Auntie Amy， 就是说我唱的那个佛曲就是他们每天在家里的一个 blessing。
对，所以您说这个吸引我的地方不是佛曲或者是佛教本身，反而是这一些回应，就说哎 ，it works， 它有反应。当然，你说如果除了这个之外，我从自己的如果是从佛教怎么样对我的那个影响来说，肯定就因为有这些因缘，让我觉得我生活越来越有目标。所谓的目标就是说我有一个 target， 就是说我不是说设定要成就什么，但是说我知道了，你需要众生需要啊，佛堂需要，诶，有时他们有些什么法会，他们没有一首歌是可以让大家一起唱的，或者是在进场的时候啊，可能法师还没有到那个礼堂的时候，那些人入座的是否要有一些音乐可以播放，所以种种的要求，有种种的需求，让我想到说我是一个有用的人，那么自然而然这个就是佛教。好像星云大师说佛教靠我，那时候我不明白，但我觉得佛教靠原来就是说 I'm very useful， 我是有用的啊，我是靠我的这个音乐而使到别人怎么样学佛，还是听闻佛法，或者是纯粹就是即使不明白，也就是一个因为这个音乐让他走出了一个难关。比如说大学里面的学生说，王老师就是你的 meta 就是我们在考试最煎熬的时候，每一个晚上除了我的咖啡，就是你的 meta 陪我度过的。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吸引，其实是应该说让我坚决的觉得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的，就是这个东西。我没有，它填满了我的生命，填满了我的时间，填满了我的生命。我没有觉得我还可以做些什么比这个做得更好，或者是说我做这个有没有什么不如意，我就想，哎，我不然我去做些其他的，我没有这个空间，完全没有这个空间跟这个需要了，所以就完完全全的投入。其实我觉得一个最幸运的一件事，大概就是我们在做着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爱好，那您的这个兴趣，您的爱好，您的专长，就是音乐，那您在做着的就是跟您的这个兴趣有直接关系，而且能够帮助到很多的人。那刚才您提到，就是大家听到您的这个佛曲会给你很多这种正面的这个回馈，等等。那这里就让我想到，其实艺术家的这个创作往往都在反映他们内心的这个真实的情感。那我相信您的这个创作，尤其是跟信仰的这个内容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哦。那我想请问您哦，你是怎么样去维持你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种充盈，或者说我换个就是比较宗教性的一个词语，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够让你能够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体验能够让它就是能够让你进一步的把它化成音符把它给分享出来。其实又用回刚才你讲那个没有想太多，我觉得因为我学佛算是起步很迟，大概就是我30岁的时候，那就因为工作量很多，然后我根本没有机会比如说去禅修啊，或者是去哪里上课啊，或者是去听法师开示啊，或者是今天哪一位法师在哪里开示，那时候应该都还没有网上这个互联网这么样的方便好普及。那您要去听法师开示，您除了要读书本之外，书本更不用说了，就是你要晚上有时好累了还要拿一本书再看法师讲，哎，这个地藏经是讲什么，然后 Metta 是什么，禅修如何如何，我觉得我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是那个精神去做这一些事情，就是走开离开这个录音室，离开这个钢琴离开这个创作或是录音室。反而是就因为这样变成，比如说有人说你可以不可以写一个比较另类的，比如说孔雀明王心咒，我听都没有听过，这个是可能密宗里面的，或者是一个花供养，
还是一个，就是不是我们比较大乘佛教里面我比较常听的，因为我们附近接触的比较是大乘佛教，对对对，就是金刚经啊，阿弥陀经啊，或者是心经啊这种。所以当你那个时候你说如果我必须要先做功课，你说哦我必须要先了解才能够殊胜，你没有才能够相应跟那尊菩萨相应，还是准提佛母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如果要这样子下去，我必须不是要来世再做吧，你明白吗？我到底要认识多少？我不是要从又修密又修禅宗又修净土又都要去接触，然后大概所以变成我并没有这个方向的熏陶。我觉得佛法，我就放空，我觉得这个宇宙，我觉得自己去想想看，其实佛最终讲的就是让人脱离苦嘛。离苦得乐嘛，我觉得就把这个字离苦得乐，然后你就要利乐有情，你就是要大概把这个慈悲智慧之福慧都能够修得好再来的就是六度波罗蜜，那就是这个是我们自己修行的，当然也是很迟。我跟你讲，大概五六年前说哦，六度哦什么，就是精进啊、禅定啊什么。我说哎，这个其实在平时家里如果都有做到了，只是说我没有把它放成一个名。原来我那个生气的不骂人，那个就是忍辱哈，就慈悲的去看到他的苦，然后就想对对啊，算了算了，我们去包容他比如说我在录音的时候，我是否不可以？被干扰，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禅定的话，那么你就是在吵杂跟安静之中，你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就是说呢，你总不能六个小时别人联络不到你，不用家里有孩子，有爸爸妈妈，有朋友有兄弟姐妹，可能随时要找到黄老师，或者是有同事，所以我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觉得说我必须要怎么样，其实我也。无形中在修作，比如说是一个禅定还是什么东西，精进就是每天努力了，就是早上起来就做工，做到晚上，就是没有其他，没有去比如说去唱卡拉 OK 啊，去接没有胡思乱想就对了，没有不能说胡思乱想，你唱卡拉 OK 也不是胡思乱想，就是没有别的东西，真的是家有一点像就是除了。做佛曲吃饭睡觉几乎没有，其实当然关心家人那个是必须要做的那个责任哈。所以就是这样咯，您说是什么东西让到我其实反而是我现在想的可能就是没有所住，但是那时候我无所住的时候，我并不是因为我知道无所住，我有那么高的境界我必须无所住而生起心，而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我就是糊里糊涂的在我的生活中其实那个佛法都在我的四面八方，就为了去看我有没有去做到那个东西。哎，我做到了，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么开心？哎，怎么会这么舒服？怎么会这么自然？怎么会这么有力量？甚至我2015sorry 啊，我你说，就是2015年我第一次开那个演唱会的时候，不是平时都没有人见过我是怎么，因为我都没有出来演唱嘛。然后过后香港有一个佛门网的记者，他一个主编，他访问过我，他说您从来没有在表演艺术舞台上阵，然后一连要做唱八场，而且是就是这么大的场，而且是两个小时的一个演唱会，你不累吗？你会不会，他说问我有什么困难，就说会不会第二天已经是爬不起来，让我就想到说，我说没有，我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精神，而且我还穿着那么高的五寸的高跟鞋，就是为了要漂亮。因为我有一个那个团队，我组了一个不是金刚净是金刚这个团嘛，对对对，就他们都很高大。那么他们说老师你这么矮小，哎，舞台上要好看，就是一定要穿着高，你不能穿平底鞋，像个阿嬷这样子唱歌，没有人要看你的。我讲说好，那么既然演唱会，我们也可以像梅艳芳，我们也可以像王菲还是怎么样，我们当然也要漂亮。所以从那个方法过后，我就觉得从那个方向去看过后，我就觉得说怎么我穿高跟鞋都不累，平时穿平底鞋的怎么穿高跟鞋穿七天都不累，我觉得那难道不就是佛法的力量吗？你应该是越唱越光明，咒语越唱越有加持嘛。这个 logically speaking 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您说现在
到头回来想啊、当然我觉得我们这个身体啦，如果真的累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执着说啊，我念经一定是越念越有力量的。可能如果你累了，你病了，你还是会病。对对对，还有他的这个会确诊 COVID， 还是会确诊 COVID。对对对，啊、还有他的这个因果。对对啊，我们会有这个因果，但是啊，我觉得好的那个方向来讲呢，他就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它是辛苦的东西，我真的没有想到它是辛苦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您的这个过程，或者说你的这个创作，包括说你怎么样开始创作第一首佛曲哦，跟你接下来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历程哦，很特别哦。因为在我们这个很传统，或者说就是一个很刻板的这个印象、哦、就是在为一首这个词哦谱上这个曲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想哦，就是首先要先去了解这个词哦想要表达的这个意境，那么我们才能够谱上相对或者说相应的这个曲。可是你的这个方式就不太一样，你对佛教哦，可能当时或者说你当下对于那一首这个词哦，不管是佛这个经也好，咒语也好，你可能没有自戒的这个掌握，可是你确信哦，你确定知道说宗教它是美的哦，它是善的哦，它是真的哦，所以你就带着这样子这个很痴，就是很单纯的这个心去创作，是这样吧？可以有一点是这样，但是我心其实不是这样想，我是这样子说的，我说我很相信 karma， 就说我现在是有福报还是没有福报，我有福报做这一首，比如说药师灌顶真言，我没有得去灌顶，还有人会告诉我、哎、你没有灌顶不能唱的，你就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我说不过有人需要我，他们叫我做给我做啦，你知道吗？而且我也是生活啊，我说这个 project 嘿可以维持我一个月的生活呢，那觉得这是很 realistic 的一个东西。对对对，你不要叫我，不要我去哪里灌顶，我要找谁你知道吗？然后要去国外吗？所以我就尽量 eliminate 这一种 possibility， 就是会阻止我去进行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就是心无挂碍。好，但是我想说，难道佛菩萨就会这样子惩罚我吗？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所以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哎呀，我讲什么我忘记了，你问我为什么？哦、啊，我说我相信我的卡吗？就是说，如果这个曲我做不好 ，that's it。就是我当下的因缘还没有到，我就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并没有说因为 Metta 跟那个心经一开始就这么一个 benchmark 是很高的，他已经把这个标准 set 得很高，哇，那个黄慧颖很会唱歌，他歌超好听的，然后卖了多少张多少张，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更好，我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力还是那个药师佛还是什么，我没有说我一定要超越那一个，所以我变成在那个铺那个音符上时，我没有这个要超越，或者是至少要达到这个标准，因为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说如果他是失败的，他就是失败，就是说我跟我这个当下我是走退步的路，我已经退步了，可能我就要去好好的反省，我要去再精进，然后可能五个月后我可能再做这个，可能我会好，我会做得到。所以但是说法做了以后，每个人都觉得说哎，他有对啦。就是说这样怎么样才会是错呢？我就一想说，难道就是这个 formula 才对，让别人做就不能对吗？所以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就是因为种种根器的众生，种种耳朵，种种心，种种诠释，我觉得你听我的没带人讲听到哭稀里哗啦好 sad 哦，就觉得你把这个慈悲心啊这个怜悯心都串，但有人说听得很开心很 happy， 我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有人说我晚上才能听，我开车我将会睡着，你这太催眠了。所以你从这个你觉得没带有它一定的是该怎么样吗？它其实就是空性的，它应该就是空性的。我觉得佛经佛咒，我不是说我的音乐啊，就说佛的内容本身它本来就是 empty， 你 feel in 什么，你当下你的 mind 怎么样跟它相应，它就是什么。你可能觉得它是不好听的，你觉得它我的声音很难听。好，我讲一个，讲到这个我声音很难听，我要告诉你一个小故事。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在台湾这个国际书展，我就跟我两位同事啊搬了一堆的 CD 想去那一边去 promote 哦。我们有一个
我们租不起一个单位，就是一个 booth， 就是一个摊位。我就有一个书局，他很好，他就让了一个桌子给我，就是让我摆我的 CD。然后那天我就跟我同事就在，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就是你刚刚讲本尊，所谓的以本尊，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会叫本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到最后才明白，就是说你就是原唱的意思了，就是你那个作曲。所以那天我在摆放 CD， 我就来了一位女法师。他就来看，他就很大声说，你这些都是佛经唱什么？我说，哦，师父，这个是阿弥陀经，这个是心经，这个是哒哒哒哒，就是那个黄慧英唱的吗？我说，哦，是的，我很开心，我还认识这个名字。我说，是的是的，就是那位黄慧英做的，这我自己讲我自己，但是因为我不敢认，我就在那边是一个售卖员。他说我很讨厌他的声音，我说我不要听，他说你有没有卖别人的这样子，你知道吗？ So you see、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时候我很怕，我突然间整个人发说、啊、我说啊，法师，我为什么你不喜欢他的声音？我很想问。他说有没有其他，就从那个 CD 里面放，他说没有。我说他就掉头就走掉了。我很想追问他的，我很想说，法师，我很想知道，我就是慧音，你可以告诉我吗？我什么地方不好呢？就是或者是你可以引导我，我真的哪里唱不好，还是唱错了什么？当然我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让我回想到说，很多人说，哎呦，你的 comments 啊都是好的，没有一个 hate 你的东西，就没有一个 haters 的，你知道吗？除了有时候会有一些别的宗教来说啊，你们念什么呀？你们应该信什么什么？其实就是那一种比较是极端的这种 comment， 其他都是好的。然后，所以我就这样子想了，这样既然是这样，不可能我的音乐是都是100%最好听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不好的人他可能因为是宗教的他们 的问题，他没有想要来这里破坏我，但是可能我也想，可能他这个怎么会不喜欢呢？那个音乐有多难听到会弄到他这么不开心，这么讨厌。所以我觉得这个 logic 也没有可能，即使一首歌多难听，你也没有想要去骂。第一，你没有，因为我都没有出现，所以我没有一些背景故事，比如说有一些绯闻啊，还是一些不好的消息。那么你除了来针对我，不是因为我那个歌不好听，是针对我的行为。那既然我没有出现，这样你不喜欢什么东西，我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啊、我就回到你刚才我这个问题，我其实是没有挂碍的。因为我没有想要超越我自己写什么东西，我想如果越来越退步，我自己会知道就是怎么这些歌越来越没有人要听了，也可能不是我自己，也可能就是说时代变了，有另外一个潮流，人家喜欢不一样的作风，还是啊，现在的人都不听音乐了，都喜欢看然后我们什么 Meta Universe、就是以后都要用这种 Visual、Virtual 的东西 Metaverse Metaverse 要用这种就是这种 virtual 的东西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会吗？但是我觉得总会有中年老年的人，其实还有人要听 CD， 比如他觉得 CD 很珍贵，虽然已经是 obsolete 了。所以我不知道时代再这样走下去会是什么我觉得我会见证到这个佛曲走到比如说如果我还能够活多一个30年，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景象把这个东西其实我就不是很 matter to me 了。我觉得现在佛曲是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我就继续做，但是接下来的路我觉得应该我更会 focus 在我自己的修行。但是我的修行也很可能会在我的曲里面反映出来，这个艺人这个歌星还是这个演员背后他演的跟他平时的行住坐卧是不是都那么的接近就是你说我的 meta 里面有多慈悲，但是我真的有做到吗？我时时会提醒我自己。好，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回到你个人的这个修行，因为宗教或者说佛教嘛，我们讲说就是它还是有一些它的这个，我们讲说就是这个方法就是方法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内心得以进化，那么让我们得以提升。那不管说今天我用的这个方式是禅修也好，或者像您讲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佛法把它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像心灵大师常讲的行佛就是做佛所做的
哦，那么这个就叫行佛。我们未必哦，就是能能够像出家做这样子哦，就是很多的时间哦，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密集的这个修行哦。可是刚才你提到的一些观念，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哦。好像我打个比方，刚才你提到哦，就是你在做佛取的时候呢，其实你不会以你前面之前的这个成就来局限你自己。其实这个很像我们在静坐禅修的时候呢，哦，禅师都会提醒我们说，你之前的一支香做得多好，你要把它放下。哦，如果说今天我们还在想着，哦，之前我能够盘腿哦双盘做了一个半小时，那现在我第二支香我要做两个小时啊，如果有这样子的观念哦，大概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失败收场。所以我觉得你的这种观念哦，因为就你刚才提哦，你早期的这个学佛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你对佛法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研究跟深入。对。可是你的这个行为哦，或者说你的这个态度哦，却很像佛法，我觉得很符合佛法。嗯，哎，我的名字叫慧音。哦，很难。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因为我哇，这是艺名吗？啊，不是不是，就是我的原名。不是艺名。我现在想说，我说哇，我妈妈是不是知道有一只我妈妈不知道有没有在线上？谢谢你哦，妈咪，你给我这个这么好的名字，就是注定了我今生要走这条路，是啊，传播智慧的法音哈，这样子，所以我必须要怎么讲 ，stand up to。就是我的自己的名字，我必须不要让我爸爸妈妈给我起了这个名字，并没有做到我该做的事情。嗯，对对对，那好，我们回到你的这个创作哈，我相信啊，您在这二十多年的这个创作哈，已经就是在全世界都凝聚了许多喜欢你音乐的人，或者说粉丝哦，他们都会用不同的这个方法，或者说方式和你表达对你的这个感恩。哦，甚至喜爱，哦，包括说给你很多的这个掌声，那这对于你的这个创作呢，其实是一种肯定哦。但是，凡事呢都会有一体两面哦，这些赞誉也有可能是负累哦，所以这些光环呢，我们都知道说这样子的一种光环哦，它其实是需要时间跟精力去维持的哦。那因此难免哦，有些时候可能会无法做到真正的自己。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演艺圈的这些不管是偶像歌手啊，或者说明星哦，影星哦，他们就有这样子的这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哦。那以你的这个经验哦，你可以就是如何可以在这种掌声赞誉中不迷失自己，然后不随波逐流？这一个啊，应该有。你说我很出名吗？是因为我的音乐出名，我自己本身没有在这个荧光声灯下曝光哈，就应该是说我当然佛教音乐的圈子相对是比较庄严比较善良，对对，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利益心没有很多，就是不存在这种就是利益交换的那种哈，所以我觉得能够在佛教音乐里面的人，他都不是持着那个说哦，我要怎么样拿什么奖啊，我要怎么出要赚多少钱啊，这样子。所以相对以下，你刚才说的这个光环，这个光字，就好像今天我们的主题，你说心中有光，这个光反而是一种从心中照射出来的，而不是外面的光照着您，然后。你迷失了自己，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年龄啊，我如果你说我出名啊，我出名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多五十多岁了，到现在你知道吗 ？Let's say the last 10 years， 哦 ，OK， 那个开始的时候是30多岁，那个时候很忙很忙，没有想过，反正我在路边摆摊子都没有人认得我啊。你知道吗？我在 Visa Day， 我去那个15杯的那个Mahavihara， 在那边 massage 街卖 CD， 满头大汗的，穿着那种 T 恤在那边，哇，人来人很拥挤，正在卖着这个 CD， 我播歌啊什么，我就说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觉得那种忙，其实也因为那时候生活上的需要，你觉得就是说，
你请人做吗？你根本没有想到说，哦，我是艺人，我怎么可以在那边给人家看到，人家给人家拍照什么？但是就因为这个时候我在那边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我现在有很多的 brother sister， 就是以前都是这些小粉丝，现在变成我很好很好的朋友啊，就是因为那个原因，原来就是我送了他一个 CD， 那天有一位医生在他在Facebook 找到了我，他就 Messenger 我，他说你记得吗？10年前在那个 PLCC 的一个 Book Fair， 那时候我根本是没有听，不信佛也不听佛曲的，我走过你的摊子就好奇看到那个设计很美，就问了一下你，当还是在当下你跟我解释了很多东西，我就跟你买了两张，然后你过后你再送我两张还是一张我的，那我问你哈，你老板不会骂你吗？你这样子送人家 CD， 他说你是不是老板，然后他说还记得我，我说我不是，我说了一个谎言，过后到最后他回去 Google， 他说原来我就是那个人，他说他现在十年后，他说他已经在这个医药界就是成就了他的事业，他说就在这种很争斗很他说有 darkness， 他说他甚至去得到一个医生他都去到了很多的忧郁症啊什么，他说就因为这个音乐给他一个开始，他说现在他甚至去禅修，他去 meditation， 他去听法师开示什么，所以他说生活上已经过得很比较逐渐从黑暗走向光明。他说他今天要在 Facebook 那个 Messenger， 他就是跟我讲起这一段姻缘，他就要感谢我。所以我说这些光环，其实这些光环反而不是建立在其他的，比如说利益上的一个，或是要谁比较美啊，谁比较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我觉得跟我年龄有关系，如果我是10多岁20多岁，哇，突然间就很出名，那时候我觉得个性上没有很稳定，因为我做佛曲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单身妈妈，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哦，这个很可能很多人会很好奇，我到底是什么单亲妈妈，怎么没有人敢问，我跟你讲我们的粉丝是不八卦的黄老师的故事没有人敢问，也没有人要问，也没有人要八卦，诶，为什么有一个孩子他又没有结婚有丈夫吗，什么什么，很多人很好奇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粉丝真的是很好啦，就是他没有要问这个东西，当然我要讲也没有什么所谓哈，这是一段人生的经历，那么就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而且我是很 tough 的这样子走下来，所以那你刚才提这个会不会忽然给这种光环啊，这种名声啊，遮蒙了我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没有了 ，just because I'm just old enough and gone through enough。So 当然，我觉得自己心中也有一个佛心，是一生可能就来这个娑婆世界，我是不是有这个使命？我很希望我是，好。你看一行法师走了，人家说哇，趁愿再来，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走了，人家会跟我说希望黄老师可以趁愿再来，我希望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一生真的是就值得这样子的再跟，不过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regret， 即使没有人这样子说也没有什么好 regret 的，就是说你的 karma 就是如此，那种一行法师说你就化成一朵花也好，别人帮你采了放到家里供给观世音菩萨也是那么美的，没关系啊，就是我们来不来哈，就自己发愿，自己发愿，是，对对对对对。那喝一点水，口很干，那喉咙有点卡着。好的，好的，可以。不好意思。好，你说。好的，那就是刚才听到师姐您的这个分享哈，其实我也在想哦。当然你提到齁，就是可能年纪的这个部分呢，可是你能不能够以一个我们讲说就是一位前辈齁，可能给予我们就是在线上的观众齁，一个分享齁，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有人齁处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齁，就是就像你讲的，就是他在那个阶段是有很多的这些赞美赞誉，他未必是要在演艺圈，那么在其他的这个场合可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样子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那么去应对这样子外界的这种这些种种的这些诱惑，那么还能够就是还能够保有我们的这个初心。其实赞美不一定是不好的，就像说如果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明星，我很喜欢一个歌唱家，
我一直去赞美他。我觉得有人会把这个赞美，我觉得这个本性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赞美是你的力量，是你的推动力，我觉得这个啊，对对，推动的力量，我反而觉得一个人到了一个高处，应该更往一个方向讲，想就是说，这一些赞美你已经收到了，就是把你推到了这个顶点或者这个高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你在想，你这个东西是别人成就你的，还是您自己实至名归的成就了自己？然后还要加多一个 step， 你有没有也同时帮到别人？就是你这个高度，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富翁，我有很多钱，但是我可以去布施，我可以帮很多人。但是如果不就是从不是钱方面来讲，你可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你以你的影响力，你有没有去帮助到别人？还是你这个高处反而让更多人要为你处处的保护你，处处的帮你隐藏很多东西，还是要为你说一些假话来保护你这一个外表光鲜的一个形象？好，再当然就是说，你到了这个高处，你有没有觉得你当下就是够了？如果再能够往上的，你不需要再去做使出一些对人家对比如说年轻人，比如说我们是前辈了，比如说你真的是已经到了一个地位，你反而你就是这么影响，比如说偶像都会影响很多他的粉丝，他讲一句话，他的一举一动，他吃素还是他吃荤还是什么东西，可能都会影响。比如说刘德华吃素，哇，刘德华吃素太难得了，有很多人是因为刘德华吃素而去吃素。所以你这种影响力，包括比如说我上次唱那首中文的心经的时候，我其实我的影响力都没有来奇遇唱那首心经影响之大。因为奇遇不是说最后他奇遇那位歌手哈，他不是说他要唱佛群，他第一张专辑他就翻唱了我的心经跟大吉祥天女咒。那时候我还记得他是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然后说我想翻唱，哇，我真的是乐翻了，就是觉得哇，奇遇啊，我的偶像他要唱我的心经。结果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是我唱，反而很多人以为那首歌是他唱的。有一次我去中国演出的时候，主办单位问我要唱什么，就是把歌名报上，我就唱心经。然后他说你可以发一个小样给我听是哪一首，我发了，他说为什么你要唱琪姐的歌就是这样我说没有啊，这只是我的歌来的。他说没有啊，这是琪姐的歌，你知道吗？我想到这个是很好，就说琪姐她就因为她本来就有的影响力，她唱佛曲的时候，你知道她影响了多少个人学佛。对对，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艺人到了一个高处，我想你未来的东西要发光，还是越来越要让自己活得更不自在，其实就在这个意念里面，你要怎么运用你这个地位啊。我最重要的，我那天有讲说那些拿奖的导演啊还是什么艺人啊，很多人我发现他为什么他拿奖的时候都会哭哭啼啼说他对不起很多人，就是其实是人家成就他，就是他拿这个奖的时候，在他的那个整个过程中，他是让很多人痛苦的。这个我有一点不明白了，就是说可以不可以你做一个很有影响力导演或是演员，但是你拿奖的时候别人是觉得你实至名归，是不是你除了你的演技之外，而且是你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很多人就都因为跟你相处而让生活起了更多启发性的东西，或者是得到帮助。我觉得这个奖项不应该是单单是凭这个荧幕上看出来的你就是一个演员，你是在演，你演技很好，但是私底下您为什么会要牺牲这么多人的痛苦来成就你这个，包括家人的支离破散啊，或者是你的 spouse 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孩子，都因为你得这个奖而痛苦。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演艺圈会比较会注重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 after 这个 COVID 三年哦，我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人越来就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禅修了，你不觉得 MCO 是一个禅修的大禅修吗？大家都在家里面，你就我觉得是哎、欸，哦是哦，就是一个大禅修。我觉得是，对对对对，这个 COVID 哦，让我自己检讨我觉得我大概学佛这
这二十多年、啊、最精进的就是在 COVID period 的时候、真的。所以这个大城区我觉得很多人 become soulful and mindful。 soulful 就是、比较感性的，这个感性不是说容易触动到一些 emotion 的东西，当然也有啦，他本人可能心智比较弱的人可能也会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啊，要怕失去工作还是见不到亲人啊，这个是一个就是俗世间这个很正常的这个 feelings 的一个 spur of 的这个怎么讲，情感上的一个崩溃。但是我觉得时间久了你总不能天天都哭着想你妈妈，想你的先生还是妻子还有。然后我觉得会度过的时候你会知道哦，你了解哦，原来这个病毒比较可怕，所以你没有办法的。所以我爸爸妈妈跟我们常常聊天的时候就这个就是好像是一个第三世界大战，只是它是没有炮弹的，没有炸弹的一种，没有战争的一个。但是我们这个 war 就是说我们人类跟病毒一起在一个空间里面，这个整个世界就暂停。那你们大家都回到自己的空间，我们这大概能够做的事情都一样。你发现到突然我们有了一个同体的感觉我们有一个同体的感觉，你就是不是各自的。你大家晚上大家你不在家你去了哪里，你就会觉得一个 question mark， 就是很理所当然，你都不用解释了，你应该是在家的那么你不在家就是很大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 COVID 它往好处想，它就是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看到很多平时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对对，那好，我 OK， 我自己想进入另外一个部分哦，我想问问看哦，师姐您有没有一些就是栽培青年的一些计划哦，因为我看到您在这个您的这个演唱会有这个近视金刚，我就在猜想近视金刚是不是也是你的一个栽培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不敢讲栽培了，他们会笑我说老师你都没有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都要自己找工作做，我们还要为三餐繁忙你哪里有栽培我们我这个是我的愿景，我不敢讲是计划，我只说是一个愿景。近视金刚是因为我有那个演唱会，我总不能一个人从头唱到尾。我那时候有这个很好玩，我说哇，我一个人要唱两个小时，有很多歌可以唱，但是我没有变化的我不能换衣服又新的一套出来，又什么造型等下又从那里掉下来，还是从水之中捧起来我又不会做千手观音，所以我的演唱会是一个 musical 来的，就像一个音乐剧，里面是有故事性的，里面有舞蹈有剧有舞有唱，当然少不了有不同人的歌声，我总不能一个人顶半大半天边所以我就想到了那时候很流行这个韩国的男团很多寺院的法师跟我说哎呀我们越来越老化了，年轻人不要来的就是团康活动，但是都留不住他们，你知道吗，一有的男女朋友就不见人了，或者是结婚了就不见人，还是忙生活就不见人了，所以这个流失相当的这个替换相当的快。所以我想好啦，不然我们组是这个找这个八个大帅哥，我们都很会唱歌的大帅哥我们来组还是要是帅哥才可以我觉得他们很帅啦就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机会了OK， 你有啊，你也是可以的，我觉得你这个能够唱歌，我们所谓帅的时候可能其实就是庄严啦，我就觉得其实站到舞台上当你唱佛曲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帅哥，当你的心跟那个歌曲是这样，每个人都是可以是一个帅哥来的所以包装一下这样算是栽培，所谓的栽培是其实很多人比我更会唱歌，都是一流的歌手，所以我没有栽培他们歌唱的技术，但是我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栽培是把大家用佛法用法音把大家的心连在一起，怎么样能够唱出来的声音是没有一个个人的一种想要表演欲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riteria。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培训很多唱佛曲，很多要求其实我跟你说了我就是没有时间
因为很多人说哇，你的团队做了什么很美，比如说我最近有我自己的YouTube 的 channel， 以前我的 YouTube 那个上几百万人聆听的都不是我自己的 channel， 都是把别人帮我放上去宣传的。我应该是去年 MCO 开始我才有这个时间，然后我的其中一位同事他也是会做这种 design 的那我们就有多一点时间，反正就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上班下班，在家里就我们开始成立了我们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那很多人会上去说 Wow, thank you Amy and her team of wonderful talented artists and designers。 and 其实我们的 team 就只有三个人，金世金刚就两个是我长期是跟我一起工作的就是所谓的寿星full time 在我的音乐工作室，其他他们都有个自己的事业，然后只有在我们要演出的时候才来排练当然我希望我这个 team 会慢慢的 grow。 那么我其实现在很想说明年可能有一些因缘，我想成立一个把这个工作室的范围加大，就是说有一个人是专门帮我打谱的，因为我有现在你说500多首歌其实不止，这个是在收录在我自己专辑的，那么有很多其他人的佛曲，我很想说把它收藏起来 archive 起来，然后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音乐老师，他可以帮我打谱，把所有的歌都打成谱，然后我还要加一个钢琴伴奏把它填下去，就让好像说你们现在学钢琴不是有 Beethoven, Mozart, Sonatina 什么的，就是所有的乐谱都可以让你拿回去家里就可以练习，就不用一个老师来告诉你，就不用上网去听然后自己尝试要怎么打。所以这个谱我觉得是要留下来的，然后它以后可能搞不好这个100年后还可以流传，比如说这个 Meta 以后有人要弹的时候，它这个谱是长远的这样流传下去。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 department，然后另外一个 department， 哎呀，其实说不完。我想说，有些音乐人他可以帮我编曲。像现在有找到一两个编曲人，这是非常棒的，可以让我的编曲是现在出来的音乐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说多元化一些。因为我自己也编了20多年，当然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手法，但是我想说，现在听众就是多元化，有些歌我想比较不一样的呈现，也同时除了可以有别人的奉献，也可以让这些人接触佛法，尤其是年轻人，他不是更好吗？所以这个就像一个整个 team， 这个 department， 我希望在一个时间经济跟人脉的允许之下，可以看到它成立起来。然后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就有一个 team， 就是说我们是专门一站式的Buddhist Music Production House， 总之你要做 concert， 你要做什么专辑，你要做什么仪轨上的，还是要什么活动，我们都可以一手帮你包办帮你打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能够很快的实现那这里呢有一位观众他有说到，他说就是老师的作品他非常的喜欢他办公后呢都会边做善后的工作然后边听然后放松心情，然后回家就是一个好梦。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朋友他的一个提问他说他想知道老师您是如何把全部不同语言的这个佛曲背起来，你可以跟他们分享。背起来，他这里是写背起来，对对对，背起来然后你跟他分享这个诀窍嘛。好，其实他没有诀窍，就是要努力罢了，就是要没有诀窍。当然，我们马来西亚人都会多多少少在语言掌握方面会比较能力会比较强，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很多各种民族的生活下，然后各种方言的环境中成长的，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就有个优势，就是我们对语言的掌握。那个巴利文跟梵文它其实跟马来语系是非常相近的，所以没有太难。那么你说怎么会背起来，这样有些我背了如果太久没有再复习的话会忘记，主要是因为它有了旋律，他们就很容易背起来。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他们连小孩子比如说4-5岁就会念大悲，就会念心经，甚至会念阿弥陀经，你相信吗？有一个7岁的孩子他可以从头唱到尾，那个是不可思议
金刚经，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天才，或者是他真的是跟佛还是再来人，他怎么可能七岁能够把我的金刚经从头唱到完，是不用看歌词的。所以我觉得音乐旋律有一个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它可以让你就因为这个 melody， 你然后你听了几次，你就会自动的背起来。因为如果是只是看这个音，它是单音的呢，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它没有旋律，它所以你没有那个线条，你没有一个画面，所以你背不起来。所以我觉得音乐是在任何宗教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工具。其实我觉得搞不好以后音乐是一个秤，就是一个 vehicle， 我们有大秤、密秤、什么秤、小秤，我觉得音乐可以是一个秤，就是说我们专门有一群人专门是修用音乐来修佛法的，你何乐不为呢？反正佛不是有八万四千法，搞不好其中一个法门其实就是用音乐，是不是？其实是有的、有了吗？在，但这是只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好像可能不要用到这么 heavy 的一个名称啦，我们就要怎么样把音乐放到这个位置，就觉得说我们大家来一起关注，除了我们可以建佛寺，我们可以建佛像，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供养，是否我们也可以在音乐方面，这个从艺术方面，不一定是音乐，也可以在舞蹈或者是一些就是表演艺术里面，或者是戏剧就是比较去看重这一个方面，是可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工具。其实是有的，就是就像师姐刚才您用了一个很好的这一个词，我觉得就是这个载体，音乐作为这个载体，它其实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佛法里面的一些讯息那么传达给一些我想说音乐爱好者，那么他们很容易的就是能够契应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地方都在以这个音乐作为一个我们讲说这个接引的这个工具包括因为我遇到很多法师年轻的法师，很多告诉我就是因为听了在学校的时候考试听我的 Metta 还是什么经，就因为这样子接触了佛法过后，就可能去念佛学院啊，还是就出家人。我数得来的都至少有十位，我觉得我没有遇到的应该是不止这个数目。所以你说音乐重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你刚才说是有，但是我觉得并没有很积极或者是很看重的去把这一个东西建立起来。我觉得大家还是觉得哎呀音乐就是 entertainment 咯但是你不觉得吗？接下来的世界，我们那个 metaverse 还是什么都好，你说这个东西能持多久？是不是五年后的世界到最后这个也是云过云烟，就消失掉？那未来的世界是用什么？我觉得音声跟视觉上的那个效果，就是视频上呈现的那个影像，我觉得是会很是一个 major part of 所有的传播了。可能这么说吧，就是可能很多人还是把这个音乐或者说这个艺术作为一个接引的工具，仅此而已所以就不会去多想到说要怎么样利用音乐，所以利用这个艺术，那么在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修行所以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的这个佛教的长老大德都在这个艺术上面有很大的这个成就。那当我们问他们说艺术，那么你是一位出家的法师，那你现在又这么投入这个艺术，难道他不会障碍你吗？其实很 surprise 这些长老大德都告诉我们说，这些艺术的这个包括说他们的这个书画等等其实是一个让他们就是也是能够让他们就是修行的一个工具对呀、你看星云大师成立了这个人间因缘，不是很大的影响吗？就因为有人间因缘，你知道我们多了多么多的好听的佛曲，多了多么多学佛的孩子跟听音乐的佛的孩子们都已经二十年了。我觉得这个星云大师的人间因缘就是一个很成功的
音乐来度众的一个方法。但是我是想说，可能全世界的 effort 还没有很大，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成就起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星云大师，那么可能他没有影响到一些不认识佛光山的，比如说啊，那个法鼓山也有啊，慈济也有他们自己的音乐啊，可能就是比较多是在台湾，他们这里的也没有太多。比如说你会想到说我去慈济学佛曲，没有。对。所以可能要一个 unite 起来，或是我心目中就一直想说，这个音乐的道场，以后我们会有音乐道场，不是禅修的道场，我们有音乐的道场，多好。现在有一个啊，就是菩提工作坊啊，对，这个当然这个一路以来都有我们这种小的啦，对啊，但是你说小，但是也虽然是小，但是它就不是一个 major influence 了。你说小，但是它也做了很多，比如菩提工作坊绝对没有人不知道的啊，我也在菩提工作坊有参与过一些东西。当然除了菩提工作坊还有其他这些小我们叫做 mushrooming 的，就是开始像蘑菇这样冒出来的小，但是怎么样能够把它们整合起来，我就说了很多年我很想，但是就是遇到这个 COVID， 其实去年应该有这个因缘的，就是我们来组织一个微赛节，在一个户外的体育馆，我们全马威赛节的普庆，同天普庆是一个大大的 concert， 就在一个10万人的体育馆，你觉得会多好？ Instead of 我们，你去哪里浴佛啊？每个人都去不一样的地方，可以不可以？我们就是来一个 concert， 是那一天晚上我们全部人都，当然还可以各自的去自己的佛堂浴佛，但是我们可以。哎，就在那个晚上还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去体温来一个普天同庆，马来西亚第一次一个户外的10万人的威赛节演唱会，这个什么人要我做，我马上就可以做。可以的，可以，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只是欠一个东风。好的，我们记下来。好，记下来哈。好，好。我在前几个星期就是有听我们这个法坛的一位嘉宾他就有提到他就引用这个印度的一部古典奥义书他就说到这一句话让我非常的喜欢他这一部书里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一个人到了30岁那要把全部的这个时间用来觉悟。如果不觉悟的话呢，就是一步步的走向死亡的道路。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给我很大的这个就是触动到我。那这里我想请问老师您您已经就是我们讲说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资历，那您是如何看待你自己的一个人生？然后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意义吗？没有咯。你刚才讲那个就是30岁过后要开始用来觉悟是吗？对。我觉得你要有这个奢侈的环境你才能够这样子说。很多人30岁还在忙生活嘞。这个世界真的是很苦啊，我跟你说。我为什么会这么忙，其实我不一定都是在做佛曲，而是我在关心一些佛曲所接触到的触摸到的一些人的问题，或者是甚至跟佛曲无关，只是说因为我在佛法里面修到了，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一些人，开导一些人，甚至是在经济上帮忙一些人，就是小小的，真的我也不是很富有，但是我有自己的一个方法来觉得说身边的人是要去帮忙的，因为我很想说至少我不要说让这个世界好起来，这个太大了的一个什么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个 Metta 传出去，这个 Metta 不一定就是说你记一首歌，有些人比如说一个清道夫他没有可能你叫他去听 Metta， 但他很痛苦说嘎嘎我来给你给你干，比如这样他连口罩都这么烂了，你知道吗？你叫他去听 Metta 吗？
你说，他说哦，他很伤心。有时候会，我就在那个树边，我停车的时候会，我会跟这些人聊一下的时候，我说，我知道他每天都大概是在那个地方，我可能会买一些东西给他吃啊，或是给他一包口罩这样。所以你说30岁要拿来物，这个是你有这个环境的条件，你才可以讲到这个东西。很多人到啊，可能它是但是。一个譬喻哈，就是 OK，譬喻，好好对好，人可生能在不同的这个阶段，人生不同的这个阶所段以对，所以就要看你自己的心智去到有多平稳啊。如果30岁，我看到40多岁的人还是很不稳定的，想东想西，没有一个稳定不下来，更不用说去帮忙人家，自己都顾不好，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我觉得。佛一早就说了，这个人生就是这么的痛苦，多数不悟的人比悟的人多太多了。所以，你说哎呀，及时修行，但是不是这么容易说？我也看到这个80、90岁的人，还是就学佛学了这么久，一点都没有悟。你说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悟？我有时候我觉得说了，就从你的整个习性里面，你就看得出你根本。我觉得应该是说心很平静嘛，平静不是说不说话，就说你可以很多东西，你可以不说看开放下。很多人说，哎呀，我早已经看开了，看破了，看下。其实他心里面是有怨言的，他的看破他是厌倦，但是他心里面是有抱怨的，他并没有开心，他晚上还是带着这种 anger 跟这种 despair，还是带着这种 hatred，或是带着这种不爽去睡觉的。你刚才说那个朋友说，他听了这个 metta 后，他每天都有好梦，就是这个意思。你睡得好吗？你吃得温饱，但是你睡得好吗？那么你醒的时候，你是处处为营的，步步为营的，你天天就在保护自己。你觉得说，你一直在，其实你越要保护自己，越要想要让自己在这个有一个建立一个很修行的环境。有时候你把自己锁在一个 prison 里面，你都自己都不知道。我觉得有一种这样的人，他越修行越把自己封锁在一个监狱里面。对对对，有。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有法师或者是来跟我们开示说，这些人他以为他修行很好，但是其实哦，他对外界是没有一点作为的，他只认为他是在发光，他在发热，但是这个光哦，在别人走过的时候是会刺到别人的眼睛。师姐，你啊，讲到的这一个部分哦，就让我想要问您的那个另外一道。就是想要跟您多聊了解的哈、哦，那您在学佛或者说你在接触佛教啊，或者说佛法的这个阶段里面哈、哦，您的生命里哈、哦、是否也有一位你非常尊敬，或者说影响你自身的这个善知识呢？太多了，太多了。我讲不出一位。太多了。我觉得我的善知识啊，有些是恶缘来的，就是因为恶缘而变成善逆知增识上的缘，对。啊，逆增上缘哈，就是逆增上缘。但是比较真实的讲，它是一个恶缘，真的是很 terrible，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哇，让到我很痛苦，然后就是一个大坏人。但是他结果是变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我才有今天的怎么啊！所以很多人问我是修哪一个传承的，我其实我没有特定的，所以我觉得每个大师、每个祖师大德、每一个小法师、每一个大法师，其实接触到了，那甚至有些法师是有一些不好的新闻的，我们都可以遇到，因为我在我这个圈子里面，一定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你都到处会听到这个谁谁哦，你以为他这样，其实他是这样这样这样。说这些东西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本来就是人嘛，还没有成就，有一天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说，如果你对这个法师的法学了这么多年，你是受用不少的，然后你得益不少的，你不会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而把10年前你所得到的一些所有的利益跟智慧跟慈悲都一笔勾销，然后你突然间很沮丧，你就大骂说：“哇，这个原来是这个什么
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应该可能学习很多法师，其实我也是在学，有时候我会起这种疑心，为什么他这样子的，不要跟他太接近，我听说什么什么，所以我在这个修佛的这个道路越走越下去的时候，我就是越来越觉得说，真的是这个心经里面就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其实这个东西可以马上就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很多东西，并不是说你不能有批判之心，就是你不能有分别说，哦，这个比较不好，我尽量去避免啊，这个好的我尽量取多一点。那你也不是到了那个境界，是说，我完全已经是 non-duality 了的，去看待所有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这个智慧去分辨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分辨。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时要检查自己的心是否每一次走下去，你要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觉得看看你的缘分，你的人缘有没有越来越好，看看你有没有自己就是每天都是好梦。所谓的好梦不是一定要梦到哇上天堂啊美丽的东西啊，还是就是你睡得有没有安稳啊，或者是你每天行住坐卧，甚至你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每天随便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你都会起那个烦躁，你会去骂啊，红绿灯什么，你就这边啊，三字经、四字经，就是可以冒出来。因为大家说，老师以前曾经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老师你觉得你会讲出口吗？我说有时候我很生气的，我会啊，这样子讲出来哦，最后觉得我就不会推崇这些，我不是圣人，我有时也会有讲出，你有那个一话说那个 spur of the moment， 但是你要先觉察你自己，是越来越少了，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觉察的心啊，然后你会觉得，哎，你没有骂了，不是因为你不会用，除了你还是会用，但是你就不要用了嘛。对吗？你觉得这个东西，哎呀，不堪一击的一个东西，你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反而你更要去帮忙他。好像一行法师有讲到这一个哈，你看到一个在骂你的人，你不要让他生气，你觉得他应该可怜他应该就是他的 suffering， 他来弄你到这么辛苦，就是可能他很需要他帮忙，所以我们可能应该用这个角度去看世界啊，当然是这样。对。非常好，今天的这个分享哦，那观众也有这个回馈哦，他们非常支持哈老师您刚才提的这个全国户外佛曲哦，是吗？营为你们去发动好吗？你们去发动好吗？发动，然后请一个人什么人来组织？因为我真的就是一双手啊，我真的是每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开眼睛到关眼睛，你知道吗？有了，我就是你跟我讲 OK 了，我就做节目，我就说你们去 organize， say OK， let's do it， we gonna have 场地已经， we should， 我觉得马来西亚佛教徒的力量真的是很厉害的，怎么会不可能？太容易了，只是为什么没有人要去带领这个东西啊？会很好看哦，因为我先讲了这个 extension of this 是什么？你看现在不是冬奥吗？Winter Olympic。我在想说，我上次讲过很多次，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个人是同样一个观众。我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佛教的 Meta Olympic， 所谓这样子就是 Meta 啊、哦。我们从 Malaysia 做起了，说每天的明年的 Visa 可能印尼也要参加了。新加坡也要参加，我每年就有一个主办国啦。我们从 ASEAN 做起，然后慢慢做到缅甸、越南，然后慢慢去到中国，然后以后就有西方国家。搞不好有一天，我们来 host 一个全世界的 Visa 大会演，就是啊。然后每个国家派代表咯。你觉得这个佛学就因为这样，因为有了一个这个三年一次的，比如说，是不是会把这个音乐艺术会搞起来啊？每个人都要去训练了哈、哦。打白冰凳都可以去到全世界，那我们佛教的歌手大把这么会唱歌的人，你看那天 Siti Nurhaliza 都会去慈济唱一个，哇，你知道吗？你看到那首歌吗？所以你觉得音乐是不是不分，只要是做善的东西，做光明的东西，怎么会没有人来？大马一定能的，我看到一个人 Brother Chong to everyone， 对，大马能。我们马来西亚来发起，因为我们比较 cultural， 我觉得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比较没有一个
属性，就是我们做的是一个比较华人式的，还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印度的佛教，还是什么的佛教？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全部都有多元，对啊，一个大的 melting pot， 我们就是可以做起来。所以40岁过后的师兄们，佛教师兄们，你们明年过两年可以不可以把这个东西好好的想一想？我已经很老了哦，我跟你讲，我要60岁了，真正的我。你看我在咳嗽啦，你发现到我每次演唱会唱到一半我就要喝很多水，因为人老了，那喉咙真的，我讲太多后，我不是说哇要开演唱会睡3天保养一下啊，润一下喉咙，不要出声禁语，没有，我每天要做多么多东西，你知道我要很多东西，你都不是写了，我还要去交电费什么，有啦，现在我学会了用手机的 online 就可以做了。So 40岁以上，你们可以做的一件事，先不要各自搞各自的小团体，你们做来做去还是小，倒不如我们做一个大的，然后再来分各自分开来做小的，然后小的每3年我们再来一次大的，要这样子吗？我如果你觉得我是可以，我的音乐是去到全世界，我说 I will be a very good candidate to 导这个东西嘛，我来做这个张艺谋，比如说我是张艺谋。做那个奥运会，就要有资深的人吗？那个资深或者是前辈吗？我可以做了，我没有很老，但是也差不多了。所以不要等到我70、80岁的时候，你们再来做这个东西，我就没有经，那时候就靠你们自己了。那你要用我的歌，那个我未必要给你用哦。老师，谢谢你今天的这个分享，还有您刚才对于这一个想法的一个其实有你这样子的这个指导，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如果说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我相信未来只要愿意播种的话，那么假以时日肯定会开花。对，我们可以少一点花车游行了，因为我花车游行花很多钱，然后下雨啊什么啊，然后过后就没有用了。我跟你讲，我们做这个演唱会，你知道那个拍下来这个 video 就是全世界在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穿透力有多大，我的一个 concert 的穿透力都可以这么大了，你难，更何况是一个又喝水了。好，那今天非常感恩老师您的这个分享不客气，是应该做的。好的，那在结束以前呢，请容许我这里做一个预告哈。那今天的这个法谈呢，是我们农历华人新年前的最后一个法谈。那过后呢，我们会暂时就是停止3个星期的这个法谈。那么到2月22号2月20号星期二我们会在持续我们的这个法谈。那下一场的这个法谈呢，我们邀请了Top Glock就是这个顶级手套的联合创办人董秀美师姐。那她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这个公益企业家。那我在之前跟她交流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的欢愉那她就我们都问了很多就是一些大家很感兴趣的这个问题包括说他对这个钱对这个金钱的这个看法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其实我讲这句话可能会给人家烦他说他其实真的视金钱就是金钱真的是对他，因为他多到钱太多了所以金钱对他来讲真的这个意义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了那当时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这种想法的？他告诉我说，他说他在写在立遗嘱的时候他就发现到说他这么多钱要等他死后这么去处理，那为什么不在他生前的时候去处理所以我想他的这个分享会是非常精彩的他的这个他会跟我们谈的这个主题呢是学佛就是我要走的路所以我们3个星期后再见2月22号。那在结束以前呢，我们再次邀请老师您带领我们做一个做什么回向不然唱一个对我们发这个愿说要做我们的 Meta Olympic
所以我们就要请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好吗？好，我们这个回向就用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当然主要先不要讲我们这个演唱会，我们要讲说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的停止消失，然后让在病中的没有病的或者是在痛苦中的人都能够赶快的好起来，好，世界回到和平平安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可以再重新的各就各位，然后从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所吸收到的养分或者是一个觉悟，我们重新再出发，然后让世界更好起来，好吗？好的，谢谢老师。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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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好，谢谢老师，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们预祝各位新年快乐，不会增长。好，我们再会。晚安。阿弥陀佛。